诠释共产党人，我将无我，不负人民的崇高情怀。装东西，这就是把大使馆中国老百姓的财产，就装车装他们家去。盗国贼，盗国表。始终保持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，是对人民
作，为了人民，想群众之所想，急群众之所急，解群众之所难，密切联系群众一心一意为老百姓造福。你为民造福的实际行动，全是共产党人我将无我不负人民的崇高情怀。